程岚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没想干什么，腿不疼了？刚砸你那一下疼吗？我就是回来砸你一下试试。你说吧，你今天想怎么玩？我们所有人陪你们三个玩到底。我现在可没时间回来跟你玩，我就是叫了学校领导还有教练回来看看。有些人戏是挺好的，球是打不好，还总爱气你们。我跟你们说啊，这个陈蔚兰肯定没那么简单。别看她平时不怎么说话，她心眼比谁都重。我也觉得。她这刚来不到一个月，王教练、校长就那么喜欢她。还有，你们最喜欢的那个男神高哥，都整天围着她转。啊，高哥，他们认识吗？对啊，再这么下去，我们后几年恐怕连上场的机会都很难有了。那我们白练了。就是啊，队长。那咱怎么办啊？这样，我们训练的时候，我会故意让他扣一个球，然后我摔倒。发球是基础。发球发稳了啊！用点力。我的。再用点力。哎，休息，学姐，你没事吧？学妹，怎么回事啊？没事，教练。刚才陈蔚兰那个扣球劲儿太大了，我一躲，脚给崴了。你试一下能不能站起来？好，慢点，慢点啊！小心！别动了，别动了。陈蔚兰，我看你就是故意的吧？上次你跟我一组就这样，这队内训练你至于下手这么重吗？不是你们自己注意力不集中，你还怪我？你自己伤人，你还有理了是吧？得道歉啊！道歉吧。行了，别说了。陈蔚兰，排球是个团队运动，你刚来队里边不久，最应该做好的就是跟队员们之间的关系。小心、啊。宋雪薇受伤了，你应该跟她道歉。如果刚才这个球真的是我的失误，那我一定给她道歉。教练，没关系。陈蔚兰，她也许不是故意的吧？教练，蔚兰刚才是正常扣球，的确是她没有注意。文心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我们大家都看着呢。我没有胡说。文心，我问你，你哪只眼睛看见我注意力不集中了？你为什么要帮她说话？我说的是真话。行了，陈蔚兰，她已经受伤了，你应该跟她道歉。快点道歉。道歉，快点！道歉，陈蔚兰，你这种态度，下一场我没法安排你上场的。就他们这种训练态度，你下一场想让我上场，我还不稀罕。说什么呢？陈蔚兰，陈蔚兰，什么态度这是？真是，真是。宋雪薇，别让休息，慢点啊！慢点，有事吧？慢点走，慢点，慢慢走。蔚兰，蔚兰，哎，你怎么不训练了？这种排球队根本就不是训练的地儿。怎么了？雪薇啊，你回去休息一下吧，今天不用训练了。如果你这边伤还是不好的话，我让张希带你去校医院看一下。好，放心吧，教练。嗯，今天就这样吧，解散。谢谢教练。队长，队长，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学姐。嗯。啊，队长，你这球打的可真准啊！你干嘛？还不是托你的福呀，让我们大家早中晚。连暑假都要来加练，我让大家努力训练，我有什么错吗？你刚才不是挺英雄的吗？想出头不是？怎么，现在有点怕了？我刚才说的都是事实。你们觉得他刚才说的是事实吗？不是，不是。你就从来没有把我这个队长放眼里过？
你老是说你是队长，你为这个队伍负过责任吗？你发球不稳定，我让教练加训也是为了你，为了球队，为了提高我们整体水平。你说谁不负责任？你凭什么这样对我？你说我不训练是吧？好，走，我现在就训练给你看。哎，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，放手。上次还不长记性是吧？你要干什么？我干什么我？你太过分了！让你跟老师打小报告，过分了！疼不疼？放开我！你说小璇，你去找教练，我去看看。啊，你呢？你是谁啊？你放心吧，这有我呢，你快去吧。你小心点啊！哟，不知道疼是吧？哎，住手！干什么呢？放开！干什么呢？你们？你少管闲事。哦，你就是那个陈月兰的室友是吧？我告诉你，我们这是在训练呢。对啊，训练啊，训练！你们骗谁呢？你太过分了吧！这明摆着欺负人。我是这个排球队的队长，我们现在就是在以多欺少，怎么了？亏你还好意思，你是队长。我一直以为排球队在新港是数一数二的，没想到你不把时间放在训练和比赛上，在这儿使上劲了是吧？小朋友，我再警告你遍，这没你的事儿。你们根本不配打排球，我们走。看来你对排球也很感兴趣啊。那这样吧，你们俩一块儿跟我们练一练，怎么样？朵朵，你先走吧，别管我了。我不会走的，我看他们能怎么样。老师。蔚蓝，陈蔚蓝，快去救我朵朵！他和温馨在排球馆被你的队友欺负了。啊！陈蔚蓝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没想干什么。腿不疼了，刚砸你那下疼吗？我就是回来砸你一下试试。你说吧，你今天想怎么玩？我们所有人陪你们三个玩到底。我现在可没时间回来跟你玩，我就是叫了学校领导还有教练回来看看。有些人戏是挺好的，球是打不好，还总爱欺负人。好，算你狠，你们仨给我走着瞧。好了，温馨，别难过了啊。一会儿陪你去教练那儿把事情说清楚，毕竟以后还要在这里继续训练呢。别哭了。我谢谢你们的好意，我谢谢你们今天来帮我，但我再也不要打排球了。温馨，温馨，你让他自己待会儿吧。谢谢你啊，多亏了你。我给你拿，哎，我帮你拿。你们没事吧？你刚才是没看到，你错过了一场好戏。陈蔚蓝，他一个人对十个人，把他们都吓傻了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把我担心坏了。你们没事就好。可是你这样，之后还怎么跟他们相处啊？嗨，没事，我打我的，他们打他们的，走吧。我来不来？我来拿吧，我来拿吧。你真是我偶像。